这像个警察干的吗？师傅，手机那案子不查了，县府街那帮弟兄就能把他给办了。让我去一趟，没准我亲手能把他抓住吗？那行吧，记住啊，少说少做。别都着急了，结果呢？怎么还不抓他？别说话。怎么不抓他呀？他会不会办？站住！警察！来，师傅，我把他抓着了。那个小偷呢？哪儿来的小偷？咱不是说好了要跟着他到驻地吗？你咋就扑出去了？那人要跑，人要跑，你就不听指挥了？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把自个儿当英雄了？去医务室把伤口再重新清理一下。我这伤没有事儿，您要是不信，我就不包了。完了，案子夹着呢。这赵继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告诉我，对不起啊，多跟咱师傅学学。大伟，我是不是真做错了？你怎么了？是这么做？不是你的错，告诉我说了，不是你说这赵继伟？师傅，这个事儿是我没处理好。告诉我，安下去，你这胳膊这很有伤，你就待在家里跟我来跑吧。师傅，您为什么凭着一个人身上有奇怪的伤，就能破一个案子？可我拿着好好的线索，却给搞砸了呢？这事儿啊，还得慢慢修炼。